这么说，梅燕的确是我的女儿。我发誓。你知道欺骗我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？我不敢欺骗将军。如果您还怀疑的话，我有证人。证人，带他来见我。老爷，孩子回来了吗？还没回来。把地牢的人提上来。人被带走了？什么？谁带走了？是少爷，他说是您的命令要整医，我们拼命阻拦，可是少爷他滚。是。叔叔大概已经发现了我们，我想他一定是叔叔派来的。既然已经翻脸，就别管那么多了。不要紧，反正我们要走。我们不能走。为什么？我们可能炸错了地方。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日军总部花园后面有一个湖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机会进去。那里戒备森严，不仅你，恐怕连唐定前都没有资格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毒龙就在湖下？今晚很关键，我们得先确认矿区的结果。姐，少爷，不管有多难，今晚我们都得守在这里。可是一轰炸，局势就会非常紧张。今天晚上可能是唯一逃生的机会。这样吧，你们两个先走，我留下来等结果。我们不可以走，现在不是在乎个人安危的时候。如果不能摧毁毒龙的话，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姐，不确认清楚，我们是不会安心回根据地的。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死心眼啊？少爷，先把老徐关起来，然后把药箱拿出来。我先拿药箱。姐，给唐明先打个电话。打吧，我们得先稳住他。如果没有再错，他们的人已经把我们包围起来了，现在我们想走都走不了。谁啊？在等老徐的消息吗？他现在睡着了，恐怕没有办法接听唐老板的命令。陈燕，你怎么还不回家呀？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以为我在闹脾气吗？你以为被你哄一哄，我就回家听你的摆布吗？别做梦了，你未免想的也太天真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门口全是我的人，你想闹出大天气那是不可能的。你觉得那几个笨蛋能拦得住我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和陆本千丈说那些胡话，你是陆本千丈的女儿，是血亲，不是你几句谎话就能改变的。哼，那你慌什么？找不到鼹鼠就像丢了魂似的，还不是因为他是唯一的证人吗？梅燕，听话，只要你和少爷把鼹鼠送回来，龙本千丈那边我可以去解释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一切由我摆平。只要你听话回来。如果我不能？少爷是我侄子，我不会要他的性命，
但是你妹妹，我可就不能保证。王八蛋！你自己决定。我回去，但不是今晚，必须是现在。现在不是你发号施令的时候。我现在是龙本千章的女儿，我想什么时候认她，你说了不算。你想通了？你高兴了是吧？想知道我为什么改变主意？因为我恨你。我会利用所有比你强大的势力。何况我现在有一个现成的日本店，你现在用不着言说了。我让你后悔发出这个秘密，让我们父女相认，今天没有。姐，我们会报仇的，不管轰炸结果如何。我们早晚会解决到他面前，为所有被他残害的人报仇。我一定要杀了他！我一定要杀了他！我一定要杀了他！小旭，他怎么样？睡了。这么长时间，一直被唐宁谦折磨，恐怕很久没有睡过安稳觉了。我姐安顿好了吗？基本就睡在书房。我得马上去通知小赵。你看着我姐，我觉得她情绪不对。我会的。你要小心啊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荣幸酒厂是我丈夫开的，这酒是送给你们成田队长的。站住，过去！站住！干什么的？证件呢？走。没有。
已经是我的女儿了，跟着我，我给你想要过的荣华富贵的生活。你很得意，把我们姐妹两个紧紧地攥在你的手心里，看我们痛苦的挣扎，最后屈服于你。军统来说不只是一个牺牲品，可你对我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人不能光为了活着，还得知道为什么活？只要人有信念，才不容易。快进来，怎么才来呀？少爷和明艳呢？计划改变了。怎么了？上面派来接应我们的人已经在十里外等着了，准备连夜撤离。我们不能就这么离开，必须得先确定兵工厂是不是真的轰炸成功。怎么会错呢？你看日本人这架势，如果不是炸到他们的痛处，他们怎么会这么紧张？没那么简单，我们刚刚发现了新的可疑地点。小张，你想办法去矿区附近侦查一下，确定下面有兵工厂，这样我们才能放心的离开。好，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。知道。去吧。嗯。小旭，明艳走了。去哪儿了？你以后去书房就知道了。小旭，少爷，我答应过你们，要和你们一起回根据地。但是，在一切都完结之前，我必须要解决掉唐定杰。妹妹，我为你的信念和坚强骄傲。但是我没有你那么伟大，你惦记的是无数人的生命，而我只知道我的一生都被唐定杰毁了。从被他带进训练营那天起，到他逼我效忠日本人，又到了我原以为他逼我嫁给他那一夜已经是我最悲惨的时刻了，可没想到后面还有更狠的。我必须杀了他，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他都必须死。妹妹，妹夫，答应我，天一亮你们就离开，不要等我。如果我没有回来，那一定是带着唐定前的狗命去了黄泉。不要等我，
报了仇，可以含笑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不肯等我？为什么非要自己进入虎口呢？我们现在过去，应该来得及。这么恨我？这还用问吗？如果你心里不明白，就不会摆这个局。我只是不得不小心。美艳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呐，怎么也要念及夫妻情分。哼，情分，恩情，不错。我美艳这一辈子都是拜你所赐，我今天就是来报恩的。快开灯！你这是何苦啊？你这个胆小鬼，永远踩着别人的尸体往前走，永远躲在暗处。你活也发了，人也杀了，我们总可以静下来谈一谈吧。我知道你还剩下一颗子弹。用一颗子弹足以解决你。大概你还不知道，我从来就没有为了你真正的背叛过军统。你一直以为在利用我监控军统的行动，其实他们早就知道你是叛徒。之所以遗留你到现在，也是在利用你刺探日本人的消息。你现在已经没用了，龙本千章也不会再相信你的鬼话。你飞黄腾达的美梦到此结束了，去死吧。我说过，一颗子弹是对付不了我的，你们都是我的学生。你打死我吧，我已经活够了。我不想杀你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要么我打死你，要么你打死我，你挑吧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认不认龙本千章做父亲？休想。
叔叔。亲，亲。只有你，你不能死。小雪啊，我也只有你，这辈子能找到你，够了。姐，我们才刚在一起，你不能离开我。耳环掉了，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掉的。也是个苦命的人啊。谢谢你终于想通了，和我们站到同一条战线，一起对抗唐以前和日本。有了你这个妹妹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。你会认龙本千章这个父亲吗？不会，绝对不会认他。如果我没有回来，那一定是带着唐天前的狗命去了黄泉。不用等我，我报了仇，可以含笑了。亲，你怎么那么傻？唐定前不值得你赔上自己的性命。亲，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亲人。
对不起，没能当梅艳报仇。喂，是我。好，小旭，我们还有其他事要做。小赵已经查清楚，收矿区根本就没有兵工厂。杜龙不在那里，我们上次看到把守的日本兵大部分都已经撤离，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伤亡。原来矿区是日本部的遗址，我们中计了。可能就好像你所说的，杜龙就在龙本千章的后院里。我一定会替你报仇。一切还没有结束，姐，你看着，我们会为你报仇的，为所有被唐定乾和日本人害死的同志们报仇。老板，好了。等爷叔醒了，拿粥给他喝。你也吃一点。少爷，去请大夫。
到家里来给严叔看看。但严叔的病我怕很难向医生交代。没关系，事到如今我们已经用不着再隐蔽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快去请大夫。谢谢啊，大夫。不客气。大夫，他醒了吗？醒了，不过还是很虚弱。大夫，你能不能给我开一副恢复精神的药？但是不能伤害他的身体，我想让他保持清醒，可以吗？我这就开。小姐，小旭，你出来一下。小旭，你告诉我你想做什么？你知道我想做什么？我要进入龙本千章的总部。不可以。我只有认他做父亲，才有可能接近那个湖。我说不可以，如果你被发现的话，你一定会有危险的。少爷，我们必须得冒这个险。我就不信没有其他的办法。龙本千章和我叔叔不同，唐丁谦再怎么怀疑他都没有对你下毒手，但龙本千章不同，如果被他发现你的身份的话，他一定会对付你的。我知道，但是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轰炸计划彻底失败，姐姐死了，锦瑜同志牺牲了，能够接近龙本千章的人都已经不在了。斗罗马上就要出动，我们哪有时间重新布置？少爷，这是我们摧毁毒龙最后一个机会。小旭，为了这场战争我已经失去了一切，我不想再失去你。我们背井离乡来到望乡这么长时间是为什么？大姐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任务又是什么？你说呀。我知道，摧毁毒龙。眼下能挽救千百万中国人心扉最直接的办法就只有这一个了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在别人怀疑之前不要贸然行动。
严叔。小姐，我都听到了，我答应你。严叔，但如果日本人知道你在说谎的话。小姐，你们干的都是大事，你都不怕死，我这把老骨头还算什么呢？谢谢你，严叔。报告，盯着的人说他们没有再进去，进去的只有一个大夫，严叔一直没有离开那个房子。喂。喂。唐鼎前，没有想到吧，我还没死。你想怎么样？给你们两条路，一，把那个老严放出来，二，我的人冲进去。我选择第三条。没有第三条路。半小时。事情没那么容易吧？那你就试试吧，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，你就活不过明天。横竖都是死，这条狗我姐姐没能取走，就让我来取吧。好，我这就派人把沙燕他娘接出来送过去。今日午后我会亲自登门拜访。不必了，我们会带着严叔亲自到府上来接娘回去。他怎么说？他说要我们交出严叔，然后再放出你娘。信的娘是他唯一的筹码，他不会那么容易就放他走。我觉得他在拖延时间。美颜已经死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了，他还要严叔干什么？你别忘了，梅艳不光是我姐姐，她还是龙本千章的女儿。难道他要杀严叔？我们必须现在给龙本千章打个电话。少爷，他说是午后，但我觉得最多半个小时之内，他一定会调人赶到。我们没有时间犹豫了。快点打吧。我想找龙本将军，我有事要汇报。喂，龙本将军。我是少爷。关于你女儿的事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请你马上去唐公馆